我上一次就玩到俾啊短颈鬼追杀嘅，咁啊继续，今次应该冇带错个咪嘅。诶，佢即刻出嚟啦，点啊？我突然间唔识玩咧，你知我而家要做啲咩？我点啊？唔得，我要冷静下先，开个地图嘛。而家要攞翻上面嗰粒綠色嘢去開門，係咪呢個方向啊？我聽到嗰啲腳步聲啊！啊，我落，哎，有嘢震，有嘢震啊！打完啦，我即刻鬼走，喂！走啊！快啲走啦！你会唔会慢咗啲？喺度睇，定我头先都系呢个位啊？我系咪又迷路啊？睇下先，我嚟到呢度，我点样先去到呢？嗰個位係啱嘅，呢度好似係翻咗轉頭，喺呢度係啱嘅。誒。佢又嚟揾我，哎，呢度冇得走嘅，碌蕉，我固然灯用得，你避得过喎，顶你个肺，你系咪见唔到我嘅？你走啦，我咧呢只门我点去开？一定要喺呢边开哦，顶咁烦啊！走啊走啊走啊！啊呢度冇得匿咧，狗粮菜。睇下地图先，呢度开咗噶嘛，嗰边又开唔到。应该系咁噶嘛？点样攞翻呢个咧？要攞嘢，呢只门永远都闩住。有呢度出现嘅，哇！你搵佢溜落嚟，会唔会爬落去？我点解攞翻呢嚿？喺边度咧？嗰只嘢，唔系暗错啊！我谂下先，有安全地方匿埋先。咁旁边呢只门就开唔到，开到呢度上面有咩意谜题字？呢度有啲偏啊！
呢度咧？呢度冇路行噶噃，唉！呢度顶嘅，你听，佢系反锁。啊，我知道，我知道。开翻头先嗰只先，解咗翻呢只门先。即系先翻嚟执。唔系，离开佢先。我而家要行呢只门口度行，兜一个圈呢度解锁。有咩？你就会在我前面出现咯。喂，匿埋先，匿埋先。唔系啊，即系始终我都要行嘅。啊！顶你！喂，匿埋。我哋唔识入嚟啩？你系咪见到我？见唔见到我？走啊！我要行去解锁只门咧，佢应该不停咁度徘徊，好鬼无聊。唉，冇办法，我始终都系要咩？哇！夹住啊你！我只门咧，快啲喐啦，真系好鬼慢。系咪呢只门啊？就系。哎，我行错路，我路痴嚟噶，我呢个开唔到咩？冇啦冇啦，死啊！俾佢捉到，死硬，我先匿埋匿埋匿埋，呢个系终点嚟噶，等我要去嗰个间房执翻嚿嘢先得。get out！ 我应该系直行转右，走远啲。我仲喺度直行转翻右。又喺度啊！喺我后边，奥元灯储起咗未？呢班嚟先，安全啲。喺度啊，附近啊，喂，我撞啊！你呢？呢度？我冇行错，你睇嚟又行错路啊！应该由呢度出翻嚟，走远啲啊！嗯，我有一下护眼灯可以用。系啊，应该应该唔会嚟啊啩？匿埋先，匿埋先，仲有仲要俾佢追。
呢個冇嘢解啊，冇喎，應該冇乜嚟啊，有冇喺我面前出現啊？哇哇，拎埋先，拎埋先，嗱，我咧有台俾我拎，應該佢會出現，係啊。閂道門，佢冇得走添。點解諗住企喺度？我喐你會唔會喐啊？會喺後面追我喎、啊！唉，快啲走啊！哇！有個過場。點啊？咦？冇死到吧？因為你唔係人。你识路喎、啊！我哋走先讲好唔好啊？系咪安全嚟噶？啊！谢谢你，你身体连冇事吗？我发现你的手机一路找过来，系啊，然后你没事。我精神咯！你是？我是于海乐，电影社的。还有情人节跟屋子男在，就是跟你敲采访的那位。那他们呢？发生了一点怪事，我们就被分开了。别担心，一定会找到他们的。哦，谢谢。你都好似迷路啊！呢度一定会揾到佢，你咁有信心？而家冇地圖睇，有聲，喂喐喎，邊個喺度啊？这个小喇叭，咁镇定啊！喂，边个指我？那是黄婷婷。黄婷婷。黄婷婷。所以她真的已经……我在 B 三亲眼看到她的尸体了。B 三，不用太担心，之前帮我逃脱的也是她。哎呀。我知道你现在一定有很多疑问，总之先跟着他走吧。好啊，都话唯有要咁做噶啦。咦，个祭坛喎，呢个八卦型嘅祭坛，点啊？盏灯玉喎。咩咩？点啊？要做啲咩？点啊你？睇下佢做咩先？整熄个灯。你冇嘢揿啦，乜你唔行啊？你唔同我一齐嘅咩？喂，喂，我唔入住啊！你快啲一齐啦，系行啦咁。你行呢度系咪就系头先嗰两条仔见到的？海洛行嗰条路，那个劲，那个视野。
에이 참 좋아. 달랑 아니지? 여름에 돌간 거 있나? 我所斩鬼，所鬼阵，利用圆弧圆灯对应八卦镜，观察阵法运作情况。呢、这个恶鬼封印阵，四象缺一不可。跟住咧，呢个咩？摆盏灯喺度观察啊！哇，好劲啊！睇到啲咩？啊，边个啊？杀神啊！颜书文，啊，原来他就是……嗯，遇到你之前，他一直在追我，要赶快在他发现我们之前离开这里。不知道前哨跟乌老他们。你能联络到他们吗？啊，手机打不打到的，就算之前拨通了也还是听不太清楚，怎么办？不然我们只好沿路回去找了。好啊，之前我们是在摄影设备分开的，嗯，他们有可能还在那附近。好，那回去的时候顺便看看能不能从大门离开。嗯，那么容易啊，又有一扇门，我过去看看吧。时间不多了，你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出口。好。海乐，嗯，这边，后面好像有路可以走。真的吗？又分开了我们。哎。哇！阿王教官啊，阿王教官系点牺牲噶？哎呀，真系第四个角色就系用阿无子男。呢个锁阵鬼系类似嗱安南宫嘅道士嘅，佢哋咧无法消灭盘，再无法消灭盘具大隐冠嘅恶鬼。情况下咧，就利用呢个锁鬼阵啊，暂时克制呢个恶鬼嘅行动。然而咧，随住时间过去咧，封印就逐渐松动，会咁。不是啊，什么仙药？哦，我第一次见到前人杰嘅样，跌落去啦！我要单独行动。诶，学长，学长，啊，你手怎么了？佢落咗度符啊嘛。那位，那位，
沾到一点脏东西啊。对了，这里是哪里啊？做乜 Q 啊？好啦，真系没问题。先生，那是什么啊？不知道是谁的灵魂，不过之前是他帮我找到你跟海乐。那我们应该可以继续跟着他走吧？可是，感觉你怪怪的耶，一直要讲不讲的。没事，一定是我想太多了。Yes， 就这样，我们走吧。你冇阻住先得噶。这是什么啊？哇，咁浅你都睇到啊？有啲灵魂。这杯咪锁鬼阵。即系有人操控咯。刚刚的图有锁链，还有这栋楼，感觉跟离开这里一定有关系吧？离开？对，那个灵魂叫我许了愿，也是帮他离开。许愿？许什么愿啊？没有了，反正就是他可能是要带我们去找能离开的方法。点解唔讲得啫？走吧。大家都已经经历紧呢啲咁嘅事啦，点解唔讲得啫？即系八卦嗰啲叫做咩拗啊？你执起呢啲先，灭烛器。熄灭所有蜡烛。但我記得好像有個獎杯是這樣的，為什麼那麼容易拿的？為什麼已經熄滅？咦？是不是其他自己要穿回？要夠快才行吧？自己要穿回。喂，彈過快。嗯？是不是有順序的？所以這個就有順序。喂，讲下嘢先。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找到海乐，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太久。我打给他看看。唔系嘛，打咩打看看？我看我们只能靠自己找了。All right， 你说的对。第一个呢个，不过我想睇下佢电话先。古灵精怪呢个嘢。您拨的电话无人回应。将为您转接语音信箱，多声后开始计费。发短信俾佢，海乐你喺边度啊？我跟前哨算安全，如果你睇得到嘅咧，就信息我哋或者打俾我哋啦。咦，无事家族，佢话佢个家族系做嗰啲公庙嗰啲人。大哥，今天大學放榜啊，小毛應該緊張死啦！大哥，我咩推點解佢讀推印恩算個人上了沒子考，沒考子考難嗰啲台灣啲講法，所以我哋唔知佢講乜。大哥都不關心我哋啊！小毛早就考上獸醫系啦，大哥你喺度撥
接啦，撥接又唔知佢咩意思。哦，我們家咁多內外科嘅醫生，有一個獸醫都好嘅。以後咧，兩隻貓啊，三隻狗啊，都可以交俾小毛啦。大寶生了小孩啊，而家有七隻狗啦，跟住大哥好似仲喺度入緊字。呢之前睇過，係啊，阿記者個電話度睇過。好啦，發神經啊你。跟住第一個呢、這個。第二是这个第三这个四三是这个第四，第五。搞掂，全部都搞掂了。这是什么声音啊？要惨吧！闭关都封咗啊！分开咯，诶，救到我以为会分开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地震啊？我怎么会知道啊？你是不是又乱按到什么了啊？该不会是你动到的吧？我没有啊，差点要死掉了。冇事冇事，继续行咯。你看那边，有呢个绿色嘅灵魂，跟住佢咯。又是那个灵魂。系啊。又来了。应该帮我哋。喂，行啊，做乜嘢啫？嘿，企咁耐。你咪走啊！等等先，安南宫。恶鬼以前遇到过嘅咩啊？恶鬼跟以前遇到嘅妖鬼都唔一样啊！佢懂得水阵法，同埋非常棘手。我哋咧尝试斩除佢，却被反噬。师傅说太迟啦，恶鬼嘅力量已经趋近完美啦。护元灯系我哋阵功嘅宝物啊，但系遇到呢个恶鬼袭击咧，个师兄都系开始怀疑护元灯系咪可以一直保护到最后。恶鬼，这些奇怪的法阵也跟他有关。还有什么灯？电话？有咩？电话啲咩？收到？诶，叔公啊，即系收到咩？打俾叔公先。臭小子，你在哪里？竟然打得通，这时间你怎么不睡觉、啊？哎呀，都是因为你惹到不该惹的。你好了，赶快离开那里。我哋教我点走先得噶。叔公，叔公，好像又被干扰了。佢收你先啦。哎，乌老，这里也有门。但是开不了，你帮忙找一下，应该有什么地方可以开？用个头撞啊！头先都系咁啦，撞开。你唔知点开，你唔好阻住我啦，系嘛？顶！系咪啊？
冇啊，呢度冇嘢可以开。应该唔会行翻咁后啩。睇到咩？系睇到啲嘢。喂，你行开俾我睇下好嘛？你阻住我咁想点啊？我帮你行翻最后，好黑我嗰度。冇理由行翻咁后，冇啊？点打？咪中咗北啊！冇反应嘅，我有冇咩道具？冇啊！啊呢度！乌龙，乌龙，过不去。也好的。这里的门开了，也许可以绕过去。千少，你自己小心啊 ！OK。好了，得翻我一个啦，有个窿跳落去啦。喂。我呢度似咁四通八达，我睇下个使用手册先。哇，由于紧急通道门咧开启需要用极大嘅电力啊，因此咧若情况所需咧，请务必遵守以下嘅步骤啊。于侧门墙上开关打开通往 A 同 B 区嘅动力门，于 AB 控制室。里面咧关闭 A、B 区嘅电源供给，使用力集中给呢个紧急门所用。确认其余电源咧均关闭之后咧，于本控制台开启紧急通道啊。为方便所有人操作咧 ，A、B 区嘅控制室咧仅需依循地上嘅标线嚟寻找。唉，又类似头先嗰个位置。是不是跟中间的控制台有关？嗯，我知啊，呢啲唔咁易。望下环境。啊，绿色先，呢啲全部锁住。即是话而家跟住啲线嚟行都係戆居，因为我要推开架车。破旧嘅张纸张。安南公众弟子注意，由于此行凶险异常啊。呢、這个危急程度已经超出预想啦。任何可能与恶鬼交战嘅空间呢，均需布下雷令护符。以利急近危急时候呢，以自身三魂启动法阵，暂时束缚恶鬼，为己创造一线生机。雷令护符，这里该不会也有鬼吧？明显系嘛？我唔系通到过去。睇个地图，睇下符啊！你冇搣啊？喂，定我而家开咗？保护啊！呢度点样行过去推开架车？嗰度有个窿。
听我要行翻后面呢度有得入系咪啊？冇得入噶啦。我可能要删咗啲电先，删咗呢个。哇！咩嚟啊？喂，王 Sir， 王教官，我点样对付你啊？要我纯粹系俾头先个符阵咧。哎呀，嗰度有道符，喂，我冇得走啊，大佬，我死硬。还敢跑啊？你入唔到嚟啦！系咪啊？嚟，你过嚟啊！出爆佢啦！你过嚟啊！出嚟出嚟！听到佢冇声，烧符，不如走啊！推开架车仔先。有咩入个车位？呢个，快啲，快啲，快啲啊！仲有边度有符啊？呢度咧，呢度都有。你过嚟，你过嚟。短时间就出国得，哎呀，消失咗啦，已经啊！你当没效果了？喂，哇，俾你打死！你等你行到中山。快啲啊！喂，冇搞错，佢咩俾人捉啊？我又俾你捉到，行呢度。准备，快啲快啲，跑快啲得唔得啊？哎，我架车咧，里边有符啊，嗰啲符再翻翻出嚟。同学们。过嚟啊！快啲过嚟啊！快啲啊！你过嚟啊！我可以揿埋添。呢个可以唔行得，我应该行嗰边嚟啦。快啲啊！哎呀，又俾佢捉到啊！我咁样冇得走啊！你当没效果了？我当冇啊！喂，快啲推咯！以为瓜咗柴添。冇咗啊！老虎，我知道你在做。嘢引你过嚟先。我而家我要去边？呢个冇出嘅喎。呢个行过刚刚。呢个。去咩？
住手！别再犯傻了。哎，我想行啊！点解我解咗你啫？睇地图啪啪地。喂喂。呢个冇锁啊！喂，呢个有附近出现嘅。你当别笑亏了。冇杀有附。来，你行过嚟啊！顶，我想行翻呢边，行唔到咯。饮呢个你。要快红色的哎这边我知道你在做哇有在边到你当别笑亏了我哋喺边度啫？点呢？喺边度？诶，佢过唔到速度，出唔出搏到佢？顶又搵门。拉住佢再开只手。你在哪裡來啊哇這裡行不到喂爛了喔還敢逃吧喂暗啊為什麼不行不可以這樣什麼这边我知道你在做喂顶你个肺我在哪里开始没人头整过我闷我无聊逃离现场我是不是走了应该头先 解决了第二个那个坐手别再犯傻了喂猫低我好劲啊！你整眼泪，喂，顶你个肺！你点入嚟噶？我紧急制去边度？紧急门。喂，唔好暗错，暗错啊！我头先我拉过嗰啲冇晒嘅，呢个紧急门。哇，好勇猛啊！劲啊！冇子弹你好劲啊！没有其他路了。有的，有路的，放心，行啦。有没有落的？一定要落。
咦，出翻嚟个坛嗰度喎。咦，有个灵旗喺度咩？困在这里。不管了，先离开再说。你个 friend 唔要嘢先。攞得嘅喎，插翻啱嚟睇先。描述自然界五行关系嘅石板啊，五行也常运用喺风水同埋阵法入边嘅。木克土啊，土克水，水克火，就火克金，金克木。实际呢啲啫。唔係呢個要擺，你條柱屬於咩啊？顏色喎 ，OK， 木黑土。土木就是绿色土，土就是这个黑色木黑土，这个土度就摆个绿色啊，摆上去。跟住土黑水，水黑火，土黑水，土啊呢、這个黑水，水系白色，即系白色嗰度摆个土，火就黑水，水系白色，水黑土。唔係喎，錯咗，應該係個黑色嗰度擺個，嗯？你先睇清楚。木黑土。木黑土即是黑色那裡擺的土，依照這樣的方向先。土黑水，土是水黑火，跟住就火黑金，金是水黑金，嗯，水黑金，火黑金，金，绿色系咩？冇反应咩？嗯，攞翻曬先。佢哋有講啊，喐。個錢。
이거 하는 거 아니? 괜찮네 이거. 멀리가 안 돼. 목黑头啊，木黑头。 火，烧完埋个头先。木黑头。木黑头。土黑水，土系黑色。跟住水黑火，唔系火黑金。冇版嘢啊！你调转啊，而系个旗嚟黑嗰啲嗰条丝带啊！水黑火啊，擺水嗰度，呢個火，定要收翻曬先。啊，有水。水黑火，啱啊，水黑火。呢個金啊嘛，火黑金，土黑水，木黑土，呢個先係土喎。金黑木啱嘅應該。這些法陣到底是為什麼用的啊？不怪。我來理解。禽獸不是說跟離開的方法有關嗎？